怎么出去觅食了？今天我们来买酸甜苦辣给对方吃。这嫩姜怎么长得这么像珊瑚啊？这么轻的柠檬肯定会巨酸。养猪小分队开战！今天的早餐当然要来点健康的啦。酸，香浓可口。我的呢？那我给你准备可是超酸爽的水溶C 100哦。青提橘味，这不是最酸的那个味道了吗？起来还挺好喝的，而且也不是很酸嘛，也就一般般嘛。既然你觉得不够酸，那我就给你加点酸度吧。好，青柠檬来也，我切，给你的水溶C 加点料。这闻起来也太酸了吧！快点尝一口。才这点酸你就受不了了呀？哼，有本事吃了这个橘子皮。还有这种好东西？吃了你。啊，好喝吗？不但酸而且还很苦。酸的苦的都吃过，接下来给你来点透心甜。啊，这不是石头吗？谁说这是石头啊？这是巧克力糖。哇，真的像石头一样。看我表演吃石子，一口闷。怎么样，巧克力味是不是很香浓啊？我给你准备的是红丝绒的夹心巧克力哦。你这么好的吗？哇，每一颗居然是独立包装的。这小小一盒只有五个，看起来和普通巧克力没什么区别嘛。是夹心的，真的是红丝绒耶。就是这味道怎么这么苦啊？嘿嘿，这可是黑巧克力哦。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又到了下午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像鳄鱼皮一样的东西。咦，是什么呀？是长得像小鳄鱼一样的小南瓜。你怎么净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这个很甜的。这个就像真的鳄鱼皮一样，啃都啃不动。啃吧你。我的牙，气死我了！亏我给你准备了这么好吃的蜜枣。蜜枣吃的难道就是包在粽子里的那种？这和平时吃的枣子怎么一点都不一样啊？哇，这是糖腌出来的吧？也太甜了。用这个包甜粽子可好吃了。晚餐时间，我给你准备的可是劲爆辣川香薯片。错啊，四一口吞挑战。一点也不辣嘛，还挺香的。吃起来还嘎嘣脆呢。说是劲爆辣，都是骗人的。让你来尝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辣？噔噔噔噔，长得像珊瑚一样的大生姜，这可是我百里挑一的嫩姜哦，你可得好好的啃啊！姐，你对我太好了吧？快吃吧你！真的辣，我给你冰了。姐，我快辣死了！我先走。